者是现在，只要你喜欢热舞，欢迎来到热舞时代出镜啦！感谢宝岛眼镜、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以及厦门美格金顿科技有限公司，我们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给有梦的年轻人一个逐梦的舞台。我接下来要介绍评审了，不够，这里有三层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介绍评审喽。第一位，哎呦，超屌！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哦。哎呦，这位不得了哦，这位帮我编过很多舞哦。掌声欢迎小妹老师。哎呦，小妹老师好，小妹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小妹老师，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。对，小妹老师今天是第二次来参加那个评审。对，上次是在武汉。武汉，那有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激烈，各种舞风都有，各种舞风都有。说到肚皮舞，对，上次有肚皮舞。但说到舞风，你个人要不要稍微展现一下你的舞蹈？有音乐吗？有音乐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节目是这样子的，说要什么就是要有什么。所以你也是告诉大家，就是你的评分标准是整齐度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张力老师，谢谢。接下来最后一位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好，我们就用最热烈的尖叫掌声欢迎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，鬼哥。哇塞，被你这么一问，大家惊醒。
评分标准会在哪里？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像小麦老师啊，他已经有在专业的这个地方已经交给小麦老师了。是。我当然就是在台风上面吧。台风。对对对，那当然其实表情啊，还有肢体的延伸啊，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区块。非常重要，而且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，鬼哥你有在练身体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我有健身。你有在健身？想不想跟大家一起玩？哎呦，毕竟你们当评委的还是要跳一下。成都黑裤黑 crew 所要带来的风不是风格，所要带来的舞名叫做 Vo， 掌声欢迎他们。
戏剧上面可以再加强一点。谢谢谢谢嘉辉，谢谢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接下来下一个舞团，我们欢迎成都 SC 舞团，带来是 Mask， 掌声欢迎。
穿的跟你们后面那个比较，比较有设计感一点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是想穿纯洁一点。哦，想要纯洁。哎，意见分歧了，这就是吵架的起源。其实我们队长的意思呢，就是想说，因为舞蹈这个东西，我们是用心去喜欢它的，不需要靠服装或者是靠其他东西去修饰，只要我们有一颗爱舞蹈的心，然后我们把最纯粹的 original 的东西做出来，最 hip hop 的东西做出来，这就是我们想带给所有观众的。哦，有，你没有达到这个效果，因为你们穿得很轻松，但是舞蹈看起来很厉害。看起来评价不错，希望你们的成绩会很好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休息一下。接下来下一个舞团 ，Never Out 所要带来的是《炫舞青春》，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
上朋克另类风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我想请问一下小麦老师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？这个是属于现在比较稍微怎么解释？新起来的，新起来的一种风格。我真的特别讲说，男生真的很到位，还是啊，是男生吗？是男生，是男生，是男生。谢谢你们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下一个团体是成都 Dancing House， 所要带来的是 Dragon and Young， 掌声欢迎。
次。压力，那么自信的在台上表现，我觉得
希望你们会获得很好的成绩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谢谢。现在我手上有这个得名次的队伍，我们要请鬼哥来宣布。好的，紧张点。恭喜今天的季军是87.25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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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